喂，开唔开心？开心！多谢大家支持《红衣小女孩二》。你哋应该中意呢部电影啦，中唔中意啊？中意，有教育意义嘅。嗯，多谢晒大家，真系好开心。好唔好睇啊？好睇。会唔会介绍俾朋友？嗯，多謝你哋，係啊，全靠你哋啊。咁我哋不如嗱咁啦，我哋揾你哋舉手一二三咧，就同 Winnie 傾偈，好唔好？我哋揀一個朋友，預備，一、二、三。哦，哇，呢個好快，係啊，請講，請講。你哋係咪故意著紅衫？係啊。好啦。我想问陈琳什么时候到香港开演唱会？每个人都问这问题啊，完全冇人关心我系电影里面的表现。佢做得好辛苦啊！你讲真啲下去啦，系啊，我都系一个演员嚟嘅。我唔知道，我唔知道。先在台北，先在台北，因为上一次在上一次的巡演是。在香港是最先开始的嘛，那这一次就是小巨蛋先开始，对，所以就希望大家俾我啲时间咯，等下我咯。嗯，系啊，系啦，咁系啦，系啦，咁就首先要介绍部戏俾人睇先，因为大家咪觉得佢演得好唔好先？成林演得好唔好啊？系佢演得好辛苦，头先佢话三个月瞓唔到觉，那个心情即系嗰个精神。所以其實他哋幾位都演得非常好，同埋非常之投入。我哋再俾啲掌聲佢啊，好嘛？係啦，咁我哋不如而家同大家影張大合照先，係咪又去中間嗰個位係嘛？好嚟，係啊，前面咩？係啊，你前面會影得好清楚啊，影到。